这样不会被刚好刚满吗？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，不过什么事都有第一次。感觉又差一点啊，感觉要想，如果有办法塞更多抽牌的话，应该再好一点。啊，我又断抽了。谢谢你让我甩出这张。真俊领主，拿来换。OK， 没有冰冻啊。先回家好，因为反正我们下龙还有散播。好，我先把 DK 打掉。魔界的狩猎开始吧。理论上他解不掉啊，因为他是法术猎。
我没有打掉一张普喜吗？没有。哦，因为他刚刚有洗回去那个一个野兽，所以他没有触发。对啊，所以是两个炸鸡跟两个钢客是不是最多啊？这样是二乘二，这样是四，理论上好像比较多哎。赞啊，所以我等下有可能会打中文。嗯，我会打中文。把最后的东西都抽上来。我想要两张扑喜吧。其实冰冻陷阱没有触发有点不好。等下两次炸鸡有搞头吗？十二颗水晶有搞头哦。等下这不怕钢客吗？是这样打的吗？这样不会被刚好刚满吗？我血量可能也不够啊，说实在不能刚那么多次。有点来不及。哦，是 G， 终于成功了，终于成功了。老天爷啊，终于成功了。有一张抽牌吗？暴君换五面干嘛？为什么要把暴君换五面？你的理由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
道君可以让你中文不要卡手之类，其实很好啊。而且中期还有节奏，你无面只是让你 combo piece 变多哎、欸、，combo piece 已经超多张了、欸，已经有五张 combo piece。如果你不上床舞跟梦境花的话，胆小，他是王货、喔，他是王货哎、欸、，OK。哦、oh? ，不死不对战，烟血与烈火烟血，哇哇。好犀利的配方，他没有吸血。这样其实有点不好，那如果有消失的话其实还是会出事，搞不好有机会收头啊。不过他这里不打消失，这里不打消失吗？OK， 没有消失，或者是有准备吗？没有消失。炸鸡，他应该赢了吧？这水晶有点那个，就是在泰尔达朗面前颤抖吧，斩金丝！瘟疫和腐坏。急，反超另类。啊，不是 OTK， 反正要赢也绝对不可能用钢克赢，有点想投降了。中温，其实搞不好第三轮应该要节奏一个东西，打个圣盾。转换已储存的。哦，好像也不好。在泰尔达朗面前颤抖吧，恩人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。灰吉没来，前来报道。哦、oh. ，
把机械解掉啊。前来报道。沈恩仇耳。这有点太不贪心了。神抽，前来报道。OK。下轮我们可以连续打两张中温呢，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，不过什么事都有第一次。What the fuck？ 前来报道。应该还是变身比较好吧。生命循环终结了。刚克他，我要留启动。哎，这一定会降到这张。好啦，命中注定啊，就是要刚克你。Oh my god！ 再一波散播，可能先再散播一波吧。可是我们应该可以晚点散播啦。我想要先打这个。我们要找到佛洛普，然后应该就可以冲了吧？佛洛普跟普喜之类的。我好像没有点这个，哦，他还有这个，这样没什么问题。这好像可以直接赢了，如果我抽到那个的话，佛洛普啊，没抽到，我们就要打散波了。打击，对吧？鼻炎。终于成功了。老天爷啊，终于成功了。